嗨嗨，嗨嗨，晚安安呀！我这次选了活动，选了活动。我第一次选，第一次选活动吗？我之前是不是也按过一次？但我忘记了，是不是那个什么运动的？把头发放下来好了，有点炸毛哎。新椅子，对啊。哇！设备要慢慢升级。谢谢冰川泉的爱的烟火，欢迎大家可以哦，星星组 ，top 100家，笑死。我要选了什么烟火向星辰，虽然我不知道它能干嘛，但大家可以就是烟火向星辰，星辰组哦未上榜，笑死。这时这个能干嘛？我今天有稍微研究了一下活动说明，烟火向星辰。哦，烟火组 top one 4000。哦，这个也有哎，哎，这个还比较多哎。星星组潜力当红，哦，我现在看得懂他在玩什么。用户每日许愿榜单奖励。星星组。奖金跟烟火，对，我两个都有选。对啊，我两个都有选，但我其实不知道哪一个选的比较好。你最近选的啥活动？哦，要选是不是？才被开单 ，OK， 小心小心。对啊，奖金奖励的活动好像比较实际。但烟火好多人，好多人选。我现在金色花还是199名，好像前几名，前八名才有奖励。我记得我看，对，前八名有才有奖励。烟火只剩2天。烟火是哪个？哦，烟火向星辰。今天几号？今天4号。烟火剩2天啊，其实蛮酷的。6号哦，另外一个剩更少，剩1天多。有看啊，我有发在 Facebook 上，欢迎大家去按赞。欢迎大家去按赞，按赞就是可以追踪一下我的，就是 Facebook 可以看到我什么时候要播。真的要冲活动的话，谢谢冰川选的啾啾你哦，耶、yeah ！因为我刚看的是相恋金色花还比较好。如果要冲的话比较好冲。哦，他只要香店的积分有萱草花环，就是可以有勋章，要手榜。6号等到开到12点吗？不要再这样守住哦！真的还假的？领口还好啦，这个其实没有很低还是怎么样？手榜很重要，还是我播晚一点？
他是明天吗？后天六号，六号是后天吗？嗯，后天也可以啊。最后一个小时冲刺，看了很强迫症。哦哦哦，但这是他原本的设计耶，他就是这样子。大家想拼吗？你们想拼，我们再一起拼。脖子，我脖子怎么了？嗯，我的脖子没事啊。是这个，这个是他的设计，就是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有点崩溃。对，就是他的皱褶。那现在六号改开11点哦。想说问大家看看，大家要不要一起拼拼看？我们可以第一次一起玩玩看，一起拼拼看。好啊，没事没事。哎呦，没事，看大家。我刚想说选个主题。哦，他收起聊天具才看得到哎。新秀 TOP 21，平常都在做什么？我好多事情要做，事情都弄不完。但我其实蛮期待的，因为各种就是，就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六号当晚先看排名状况，再决定要不要拼。哦，点开 1.5 视频搭配那个就没关系啦，还好啦，用不完。对啊，每次事情都做不完。我想说大家如果要丢礼物就可以先选那个主题的来丢，然后有谢谢小杰的一颗星，那个主选那个主题来丢，如果之后要拼榜的话感觉比较容易一点。谢谢思琪的金针花瓣，经常被倒被吓到了，不要吗？那我也可以。好了，我不能少开。接下来会比较长播，对，比较长播，还是你们想要不长播一点？多陪你们不好吗？你们无聊就可以看我啊？为什么要说我食宿压力？我就没有没。谢谢看你的梦幻烟火，谢谢谢谢。我没有食宿压力啦，真的真的没有啦。他会播很多天，但是不会播很长。那我觉得这样比较好耶，就是每天都聊聊天，然后逼自己每天都要化妆，这样就没有上班容易看不到相关。对啊，就多播啊，这样子能看的人就可以看，如果不能看的话就也没关系。谢谢看你刚刚的梦幻烟火，谢谢谢谢看你。不无聊也想看你怎么办？那就期待啊，现在很常播了耶，比以前常播很多耶。不是哦，不是吧，有没有业绩压力？这样算有吗？这样算有吗？第一个活动还能拿特效之类的奖励？对啊，我知道，他可以拿那个徽章跟特效。没有准时问题，笑死。每天逼自己化妆，因为我每天都在工作。没有啊，其实也没有到每天啊，但我会发直播时间表在 FB 上，大家可以上去看。因为今天就破光一分钟，因为我刚刚在看那个主题，我觉得28分29分我就已经坐在这里了。但是因为我还按开播的时候，我就想说，因为我主要的主题我已经选好，但还要选一个次要的。谢谢天灵的花仙子。谢谢天灵，
就是他要选一个次要的活动，他说可是我只有看主要的活动，次要的活动要选什么选什么，然后我就在那边看看看看看，然后结果就31分了。对啊，基本上每天都有。嗯，我要装，对啊，所以我选花海，我主要选花海，次要才选烟火。哦，次要可以不选，多贪则忧。不行，供体时间这句话真的是太坏了。谢谢天灵的花海会员票，我来那个。而且我刚在研究的时候，我有发现就是诗源他有抽那个三道浪子的那个。冲冲花海。而且我会想说可以冲这种有会员票的活动，是因为就是 TP 的粉丝很多，但大家基本上会员票都没有地方送。对，谢谢光泰的花海，谢谢花海会员票，谢谢 Kami 的金色蛮花，谢谢 Kani 的金针花瓣，对吧？哦，十元那边很多大户哦。对啊，因为我想说这种活动就是他如果是要就是比如说累积什么，但大家 TP 的粉丝很多，会员票都就是比较用不到，所以我就想说那不如丢来我这边，就是我也就是累积一点这样。会员都到处送幸福，对吧对吧，就是会员票好像是每个月就是会员然后就会送票嘛，你在干嘛？会员会基础强很多，什么意思？哦，三道学妹的徽章，原来如此。谢谢荣哥的花海会员票，但是现在有诗雅跟我瓜分哦，所以他也有选活动吗？我没有放屁哦，是椅子哦，我没有放屁哦。我真的没有哦，是椅子在那边不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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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第一天就给我坐坏，不会，是椅子是椅子，谢谢林果的会员票，你这个有滚轮啊，第一天这样的，问不到什么。这样可以看现在第几名了。哦，60名了，也差太多了吧。我直接从198名变成60名耶。谢谢 Steven 的花海会员票。对啊，我这样想其实没错，对不对？如果诗雅不冲活动的话，我如果选的或者是我跟他选不一样的活动的话，我就可以吸收大家的会员票。前段班竞争哦，是没错啦。谢谢 Steven 的花海会员票，他也会有他要的会员票，什么意思？诗雅是选什么？谢谢抓坑的花海会员票。哦，他选所愿皆成真，还好，我们只要选不一样，就可以吸收不一样的会员票。诗雅的活动什么火箭，两个也要跑一起，所以只能挑一个丢，什么意思？谢谢荣哥的花海会员票。伤害我的钱包就好，你们没有互相伤害。洛克，你不是已经变心很久了吗？你不是推三期很久了吗？你还爱诗雅吗？
还是你当初有考虑爱我？哦，换女朋友每天固定数量，原来如此。又不能丢你要的了，哦，所以不能两边给。原来如此，我以为他是比如说所愿皆成真三张，然后那个花海三张这样子，不能投爱吗？不可以这么滑行。看海暖风，看会员等级哦，数量不一样哦，请选择。放个音乐。我最近虽然就是一直在处理我现在新的要弄的东西，但我每天其实都很快乐。就是我虽然很累，但是我每天都很开心在弄这些东西。谢谢克里斯的金针花瓣，抓到俩丢。花心比不上你，不可以花心，只可以爱我。谢谢嘉宏的金针花瓣。他感觉自由很多吗？就是比较 free。我觉得我好像变得比较活泼一点。工作狂是要做小废物？没有，我发现我当不了小废物哎。谢谢冰彻选的金色芒花，就是我要耍废的时候，我就会脑中开始想，哇，我今天还有什么什么事没有做，我什么什么事再不做会来不及耶，我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会闲不下来。以前很驚，因为很驚啊，就是我觉得应该要，就是我对这个身份应该要怎么样做有一个既定的想法。谢谢 CKU 的金色芒花。但我也知道很多人跟我说，就是你如果不放下的话，你会永远做不了自己。谢谢大风的金色芒花，那样退伍的感觉。先生当老板的命，我会一直鞭策，就是对，就闲不下来。对，现在我可以自己，我不会，就是受到限制比较少。谢谢正熙的金针花瓣。就是我会觉得，哎，我一定要赶快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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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鞭策员工，做想做的事情。对，我现在是被员工鞭策，你们是需要一个人在旁边督促你吗？需要哎，我觉得我还是，就是应该说我想做的事情我就会一股脑一直去做一直去做一直去做，但我如果不想做我就有点小耍废，奇怪不给我续会员，为什么不给你续？哎，上面的那个有跑卡尼开通了一个月的浪 life 会员，笑鼠要选新家了，努力我的年终，笑死。谢谢卡尼的花海会员票，谢谢看你的会员票，票票票票票，会员票，会员是一个月多少啊？谢谢施压少年的会员票，谢谢看你的会员票，会员是多少啊？谢谢卡米的金色芒花，三百现金吗？还是？浪花，外面在干嘛？你在干嘛？我的直播间一直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哦，你们忍耐一下。哦，我昨天客气，笑死。所以我如果要开，我就要跟诗雅错开开，这样大家每天的会员票才有地方用。谢谢施压少年的花海会员票，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浪花300，浪花三，现金300的话，大概是丢什么礼物啊？昨天去找，所以你们知道布丁狗叫什么名字哦？是不是很多人都知道布丁狗叫什么名字？快平台了。
认真做一下，应该回收150毛。哦，这么多、哦！但你们几乎都每天，你说开吗？哦，歌词本上面有，笑死！两个啾啾你哦，原来两个啾啾你就超过300块，原来如此。当当当，所以这样算起来，会员应该是算划算还是算不划算？哦，最后一个字哦，某翁已经卖过了，是不是？哦，我在对我的音乐、欸。明天出场吗？嗯，看这些主播有没有需要。但如果一直参加活动，就很，就算划算，对不对？可以贴图上白痴。格兰多诺斯米库，哦，49名了哎、欸，很快哎、欸。还是贴图的部分。嗨嗨阿比，谢谢嘉宏的金色芒花，花花花。谢谢抓肯的花仙子，对啊，我的头发又长了。谢谢抓肯的花仙子。谢谢光泰的金色芒花。哎呦，我真的好多想做的事情哟、哦，我快要把我卖掉了，我快要把我要来卖器官才能做接下来的事情。断发在可哦，可是断发没办法，断发只能剪掉而已。截图没删好用，还有会员票啊，可以送我会员票。一斤多少？你们要收多少？新鲜的肝。等我再多累几年，就不是新鲜的肝了。嘴边肉，我把我的肥肉给你们。对啊，现在都维持中收咖啡，因为我断法太严重，只能先斩这种不会伤害太多头发的颜色。烟火目前第二是诗雅，真的假的？真的假的？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诗雅都第二，我就会觉得我不能输哎、欸。我是不是不能？我是他是什么星辰组？哎、欸，真的哎、欸，他是烟火组。啊！哦，哎、欸，烟火组哦，星辰是多的，烟火是少的。哦，可是这个如果不冲上去，很容易都会被超过。嗨嗨梦，入地哦。这叫我被几两肉可以卖，肝跟血都能再生公餐。黑小一三巨人金色芒花。哦，以前有很多特效，漂发它对啊，我头发真的都断光了，而且只要黑色长出来，让看起来像没洗头，因为那个。就是会有那一段，就是看起来像头发油油的。它有诱因，成绩为什么会有人丢城堡？哇 ，CKU 续费了一个月的浪 life 会员，哇、哦！很多人来这集合，这是今天传出啊！我可以当你妹夫吗？什么意思？甚至要一个就能活？昨天的开灯，黑小麦不会有续费一个月的粉丝团。哎、欸，没有，可是因为我就我刚刚讲什么忘记了。
谢谢冒头鹰的追踪，恭喜小老虎更波等级哦，更波还有等级哦，达到 level 2。谢谢思豪的会员票。我给他免费哦，原来如此。谢谢天灵的与你相遇。断掉相公主线，不要断掉，很难过。谢谢思豪的花海会员票。我跟你们说，我现在有超多东西都想做，但是我就是觉得啊，好来不及哦，就是我没有时间去。想法很多，但是时间跟这个跟不上。嗨，还没，谢谢 CKU 的会员票，谢谢刚刚的金针花瓣。我现在就是什么都想做，然后什么都没办法。主要是这个跟不上吧，是哪一个跟不上？你把它想成现在这样东西，然后现在一个一个。对啊，我就什么都想弄，对，所以我现在很踩着刹车，就是我要先把我现在既有的东西先做好。但我就是很什么东西都想做，我就每个都哈，这个好棒哦！我也想未来，我也想要把它弄得很好，我就每个都想要把它弄得很好。我把我一个人当成就是一间大公司在做哎。对，支线任务快太多。啊，觉得我原来如此。请问愿望清单解说，就是就是这些愿望清单都是要做给大家看的，不是做给我自己的，就是我想要呈现给大家看的东西，就是愿望清单太多了。隔壁不会，他自己不会，隔壁会说好啊，你可以。隔壁说好啊，我们来弄啊，就是隔壁会就是叫我好，你想就是想要就是做什么创新的东西都可以做那样子。天座好像标不及排后面一点，有现在就是直播就是日常这样播，然后看还能做什么。你们需要一个蜡烛的人，没有，就是每个都想要做啊，可以做单位规划，有。隔壁一起，对，我们现在就处于一个没有的拉住我们的状态，然后就是想做什么就做，然后就是对，很可怕。要怎么帮你踩刹车？有啊，这个会帮我们踩刹车，只有这个踩得住我们的刹车，其他踩不住。就是啊，想做什么好做。谢谢建谷的金针花瓣。对，你们就是最近看的直播，就是草创时期的直播。请先评估，做不来是他要做吗？不会，我们两个很乐在其中。哦，时间也是。人家说时间就是金钱，我没有时间也没有金钱，呜呼。那个刹车很有力，这个刹车就是只要没了，就是马上就刹住了。你有问过他？问谁？金人帮忙踩刹车，好巧，我也没有。确定他也乐在其中啊，我蛮乐在其中的吧，我觉得很开心啊，我觉得我每天都很开心，就是做我想做的事情。你现在杀住的企划有多少？现在只有正在做的跟还没做的，但未来希望每一个我想做的事情都要做到，而且要乐在其中。我现在没人踩刹车。前会踩下去，现在都弯不过去，天开了。不
不是，我现在真的很担心会不会就是我想做的东西胎死腹中。很可怕，但是我现在努力掐好每一次。对，财富自由才能全部实现吗？应该是也没有啦。不是，因为我个性就很冲，然后我就是我想做什么就会马上去做，就是对。但妈咪都说我只有三分钟热度。没有啊，但心里只有你一个，很会讲话耶。使用钱钱让他能产出，那个以下那个 QR code 在这里，没有开玩笑。安排好就可以顺顺去，对呀、啊。现在就是很多都是木已成舟，有成舟吗？没有，我还在订木板，还没成舟，我还在订木板，我还在一步步拼凑出我想要做的事情。大乐透上看，可以可以可以。我先那个花那个就是花点小钱买希望，自己安排好。好像不是在砍树，没有，我在订木板，在订木板。谢谢福禄云的金针花瓣，谢谢月恒的金针花瓣，谢谢企划书老板。我完全没有企划书，就是我想干嘛就干嘛，然后就直接开始做。你们应该开心，我是一个这么有想法的人。自己说，对，我这么有想法，就是大家不愁无聊啊。请雇用企划写手，你们应该觉得开心。对，员工没有，老板下来就是亲力亲为耶。好吧，你们有没有在整人？没有太真人哦，不好意思，感觉变成实境节目了。对，那个粒粒生死斗，是生是死，大家每天都在看着呢。这个预算也是乱用，真的。一緒に踏んで、お先どこはしないタイプだけど、余裕があって大人で、優しく知れる人の。有些人灵光一现，但我现在目前要做的都是大方向的规划。隔壁的人就没友情了。哪天看那个，谢谢中影的带你去流浪。哪天看那个布丁狗没有出现在就是什么 maybe 直播还是什么，就是有劲的时候。哦，共舞火箭碎片太厉害了吧！谢谢哦，他讲的好像房小房子哦。这个字念什么？善吗？什么？仙？完蛋，国文超烂。谢谢大风的美光灯。先记完之后可以拿出来用。你们可以跟我说啊，就变一人。谢谢缘的缘分相遇。这老板没大人门口。该复国了，看没看有人真认真死啊！我现在要是签名，真的假的？谢谢嘎逼的金针花瓣。对，我是艺人公司，艺人公司。隔壁那个先卖掉吗？谢谢卡好的金针花瓣，谢谢 Pat 的金针花瓣。我来看看，这么快就27名了。自分が知ってるの。哦，27嘞！谢谢幻影战士《爱的烟火》，谢谢博成的《永恒的爱烟火》。所以隔壁的，那个隔壁的没有，我觉得 Wendy 或 Mandy 很适合，但我觉得 Mandy 应该更适合，要跟上去才会。才要比较加油哦、不要，他说他要可爱一点的。Mandy 姐，
嗨嗨，樱桃喵，吃苦耐劳，共体时间包山包海。谢谢嘎逼的为你放烟火 ，Melody。他说他叫 Pudding， 白饭，带你黛玉带你吃好的白饭。心碎自己开直播转，谢谢光泰的兔兔奔月哦，谢谢光泰，慢慢切。现在工作就是包山包海，什么都要会呀。谢谢 Bennett， 自己。我不会念 tick 吗？的红玫瑰，我的英文真的很烂。谢谢宝瓦的金色芒花，然后他名字加姐就很适合。什么什么名字？也要看他要不要接受啊。谢谢宝瓦的一颗心。跟旁边的比英文的话，但是我比较厉害。隔壁开播可以唱同国的同同姐，谢谢 CKU 的金色芒花，同同姐，他要吗？但他现在不在，他会拒绝姐的称号，不会，请他接受。王一唱的全能工具人简晶，真的哎、欸！谢谢阿荣的水晶四叶草，谢谢冰彻玄的花仙子，谢谢，谢谢冰彻玄，谢谢阿荣的水晶四叶草，谢谢扬州曼的红玫瑰，谢谢想见你的红玫瑰。哦，对啊，是没错啦，没有，因为我们对于就是公司的姐姐们都是叫什么什么姐，同吗？隔壁的，啊，姐都会成家姐。哎、欸，我有跟你们说过，我还是不要现在讲哈。哦，恭喜虫的跟播等级达到两级。又吊胃口，又，谢谢庄为我续费一个月的粉丝团，谢谢，谢谢嘉宏的金针花瓣，对，我想爆他料，我想爆他料，好想爆料哦。他不在，就是他、啊、不行，我觉得要有他在，就是他在场的时候爆料会比较好笑，没有，要他在的时候才会比较好笑，没有，反正你们一定看得到的，不在就不爆，我要在他在的时候就是一起参与这个好笑的时刻。对啊，要为了效果，就是我需要他给我一点回应，对，我想看反应而已。对，我们不能在背后说人坏话，但我们可以在正面说他的坏话。对，我就是那种就是那只鹤吗？就是试水温的那只鹤，好鹤的哦，耶！谢谢阿凡达的红玫瑰，让戏飞过来，没有，我可能会被整个人拖出去。放花当面墙。物理关台，一头掉下去，这个话这叫勇气，谁给你的勇气？梁静茹，啊对，就是那个试水温的喝。
圾边缘疯狂试探，疯狂试探。谢谢阿荣的水晶四叶草。想想看我直播走人吗？可能会有一堆人去。如果拉瑞开台的话，搞不好会有很多人，会有很多人那个。谢谢阿荣的一颗星，然后就整个人抱进去了。搞不好他讲话比我还好笑。Number one， 他是肯定的，那我很想看呢。一只火箭打你一下，什么意思？现场也比我好看是吗？我一个员工也可能要离职了。事故很多人会吗？我觉得我事故比较多哎。嗨，北极熊，从直播圈上，他很厌世，他会不知道讲什么自己的尴尬。换你逼迫他开台，没好笑，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帮你们转告，你们这群坏蛋。心爱的你，我是真的好想你，好想抱一抱你。工作不够，他还要叫我开台，他可以睡一波。他真的会通灵，通灵什么？真不愧能当你们经纪这么久，什么意思？他如果也可是很是把有些不能讲，什么不能讲？你独自面对，真的非常抱歉。我已经蜕变，如今幻化成千缕微风，飞向无边无际的蓝天。嗨，海空。不过失去了一点。是啊，话讲话讲一半，对啊，我也在等。刚才我问了三体大人的时候，他跟我说：“我知道你们会想问，笑死，超级恐怖。”怎样都可以，不要叫我运动，笑死。不然我来卡油，拉瑞来开一次。他如果开了，你们都要到，就不要他收益比我还高。谢谢逸晨的分享。下次一定，反正真有看到就帮你们问过了。通灵，我是法力之行动，好爱他。对啊，就不要拉瑞波了，收益比我还高，真的会傻眼。不过他那个极致社恐人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发生。他收益比你高怎么办？让我们老板换人做，哈哈。老板换他做，唱歌跟运动台，有粉丝信，什么粉丝信？一定要所以让他讲出一些什么意思？登山者 VS 开播，他的员工收益比老板还高，能看吗？对啊，直播直接换人，就是收益高的来做嘛。嗨嗨，我要去吃晚餐，吃啥？谢谢丝毫的花仙子，谢谢，谢谢丝毫。一个666烟火，我爆料老板一个秘密，不要，那我就不会叫他开。谢谢丝毫的花仙子，耶，花仙子，你们不要叫一个做节目的人来，就是做这种事情。你知道做节目的人多可怕吗？他们多会做效果。最开心，老板在后面拖欠员工工作，很可怕。老板所以都是靠员工赚。是喊我宝贝，我就会乘风而来，将你包围。
为了效果可以吧？不行啊！也就是版面头条，笑死！用收益交换情报，你们好可怕哦！要小孩做校规填报的呀？我不知道，所以想看。你们自己也是，就是对，很坏，你们就欺负我就好了。谢谢克里斯的金针花瓣。想计划脑袋跟平常不一样，他到底是为了效果？对啊，然后结果我效果来的是我被暴打。那你一点点怎么有点气的？哎，如果这样我会很想看到，就是下一次的新潮之夜是拉瑞上场这样子哦。没有，如果新潮拉瑞可以上场的话，那我很心甘情愿帮他拉裙子。就这件生日会是，就是帮我拉裙子，我现在心甘情愿帮他拉裙子，就是让他美美的上新潮之夜。不好意思，我本来新企划嘛，不要，拉瑞要上跳，他跳不动，跳地球舞台。嗨学，爆你的料肯定比你要爆他的还多。什么意思？这班级比较轻松，他们都换掉才下来，换掉什么礼服吗？他可能会想穿裤子上去。小小人才穿礼服装，礼服好看哎、欸！我每次去新潮职业的时候，我都想说，我就想到一个很好笑，就是我们，就是我们不是每次都去新潮，就是我们都会去新潮职业表演嘛。然后因为我们都穿表演服，大家都穿礼服，然后就会显得就是我们就是。就是很像，就是一群妹妹们啊，那时候忘记是谁，就是我们大家在互相开玩笑，然后就说，哎、欸，他们就开我跟蔡安的玩笑，他们说，哎、欸，会不会你们毕业，就是你们毕业后，我在新潮之夜还看得到你们？对，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我蛮想就是新潮之夜回去，然后见到大家的。就是以这、就是新潮之夜，然后但是以就是新潮之夜是不是就是出现的人的身份回去跟大家相见欢，我觉得超好玩的。那现在就不能好好吃东西，也是。海滩舞，你要真的再上就要真的穿礼服了，我可以啊。对，就是让我坐在台下看到别人很棒哎，就我们那时候就在开玩笑，就是因为我跟蔡安就是大家应该也看得出来，就是比较对，然后他们就说，哎，我们会不会以后就是在新潮之夜看到你们两个？换你直播背景是他们，我会特别挑一个角落，就是帮大家就是挑一个位置，就是。啊，后面那群妹妹们，哦，我知道，他们很可爱，他们好像是 AKB48TV 的妹妹们，然后他们最近有出了一个新单曲，这样子。就我不是表演服，是换礼服去。可以直接坐在旁边吗？丢礼物可以抢更好的位置，哦，所以你们真的会丢礼物抢位置哦。都不熟，你要装一下，装一下不熟啊。哦，新潮之夜很难上，真的假的？因为我其实没有去看过新潮之夜的榜。下面观众现在问题是什么？好会跳。小雨出现在背景，好可怕！快点，他们往旁边移一下。哦，真的假的？你说丢礼物，说主播可以帮我把我们旁边移一下，是吗？在下面那个很熟上来跳舞，就
就是那个合作穿礼服跳 Luma 大活动榜都很硬哦，好吧，感觉很难，算了算了，那你回头看到你吃香的某些活动前三名，那其实很难耶，那我们每次新潮之夜去其实很快乐耶，很快乐，每次都吃得很快乐啊。姐姐就会去台湾，不好意思可以代役吗？我连就是我的代役王是不是？而且他们都说手牵手代役王超好笑。对，感谢糖糖们。这一次的新潮之夜就是看就是收益啊，收益超可怕。我们是表演嘉宾，我们是表演嘉宾，我们不算在主播里面。哦，霸榜大户，真的假的？好，当我没说，当我没说，几百万浪花，当我没说，当我没说，没有，我看直播就好了。嗯，之前好像不是，但这一次是。看他曲终人散，他们绑不住我们世界，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我还要毕业了，还要回去帮忙代役，是不是？一个都年薪在丢的，太可怕了。我每次新潮之夜在看他们在比赛的时候，就这样，哇，哇。欸，我可是手牵手带艺王欸，带艺王怎么算？请我吃一餐就好了。要去参加的话，要不要去？清早直接叫我走。可以不用说。毕业大衣费用。全白球鞋。风满雪吹，皮组水果是这样的，很它有原味我都可以。大哥面子之战，那真的很可怕哎，尤其是晚上他们就是拼的那个榜，真的好可怕啊！他在放你在台下看，没机会的事。是也不用这样啦，是也不用这样，因为不知道叫着你，我希望他可以叫着我。大家如果叫着我，我都会很快乐的回去的。嗯，真的，石油。我超喜欢喝椰果的饮料，我觉得椰果超好吃的。好像有点吵。对，我去就是专啊，那我去这种活动感觉，对啊，可是那个礼服很紧，应该也不会就是开心吃啊椰果。我搭奶茶欸，什么数据？解开数据的束缚吗？我数据的束缚我好像已经解开很久了。我现在其实比较少在看数字，我都很快乐。我只有追踪的数字会比较执着一点，我其他都随便的。战术就是看一下，哦，好，大概这样子，然后大概知道。我觉得它不适合搭
它是有点酸的，它不太，它算一种椰奶吗？不算。而且它很香卷。对啊，直接拆。可是我好像剩两口，把它吸完哈。野狗差点从其他地方出来。我在吸吸吸，然后就我喝完了，我喝完了。不作死就不会死。来个鼻孔嘛，就你可能看那个野狗会从这里冲飞出来。但是130那个影分身之术丢掉包袱还好野果应该有好好下去冷漠阳分野果的综艺效果我直接转换跑道，不行，我还是要当一个有气质的人。但我可以当一个有气质、讲话好笑的人。不知道，我觉得我最近心情放松很多，因为我以前都超级无敌压力超大。综艺咖，那你压力都超大的，你来不及了，什么意思？我没有气质这种东西吗？我 IG 上面还是有吧，但逐渐在放掉它。有痘痘，好啦，没办法，我都不睡觉，没有啦，好啦，我有睡觉啦。但我最近就是虽然就是很累，但是其实很开心。有啊，我有睡觉啊。爱的浪穿越不了远方。爱的灯我好吗靠近我做心房哦没有今天昨天很早就睡了昨天大概2点多就睡了然后睡到11点快12点这个有算有睡饱吧我睡其实睡很久耶早睡有啊但我睡的时长很久我睡到中午回家的路像失事的地方我还等待什么呢我在等待对啊 我其实有睡但是我其实就想睡我现在有个镜头就是我只要吃饱就会很想睡，而且我吃饱，我假设我只要在沙发上坐一坐，然后我就直接睡着。这是初老，不是？对，假发金困。对，我上了年纪的症状，吃饱就想睡。失业后想想没有，那毕业即失业，我现在面临这个问题，我还自己垂头喽。毕业即失业，以前都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就算我学校毕业了，我还是没有失业，但是我现在真正的面临了毕业即失业，真的失业。谢谢林果的与你相遇，谢谢，耶耶，相遇。与你相遇，好幸运。对，我现在面临了真正的毕业即失业，没有失业，毕业即失业。哎，对我还没毕业就就业，现在毕业了失业了，哭啊！
月休养了两年，现在还在持续休。哈，可是这样子就是是家里有人可以照顾他吗？自由职业，持续休。你还有我们，对，我还有大家，爱你们哦。烟酒厂破音怎样不行吗？我们老板都说啊，是为什么会说无业游民？对，我还要你们陪我。当我逆着时光搜寻你的脸庞，回忆是人海的浪，穿越不了远方。不用做事就是无业啊！啊，原来如此，苏卡。嗯，你挑战症很多，好像还没发，真的假的？谢谢嘉宏的一颗星，谢谢。快乐，我们陪你到底算你的工作还是我们的公司？什么意思？在那边走来走去，没事，但没有。可是人家还是有些，就是老板，就是走来走去，就是还是有收入。人家走路就有收入了。那个才是真的厉害的，退休了算无业。布丁狗，跟波等级到底是什么？布丁狗。我有讲过那个英文单字的事情了吗？那是靠员工赚的，老板。勾勾颜色，勾勾什么勾？哦，是哦。我有，这是什么？哦，哇，耶！原来是勾勾。不听狗。哎，等一下，哎，我讲过了吗？英文单字的故事，我讲过了吗？我讲过了吗？哪个英文单字？加拿大英文单字。讲过了。讲过了。哦，讲过了。啊，我讲过了，那不好笑啊，对啊。来，那香肠的英文是什么？忘了。那热狗的英文呢？Taco。啊，香肠呢？可以再说一次，就是啊，我讲过了，可恶！哎，刚刚他们给我一个建议耶，就是未来你也可以开播，不采纳这个建议。然后朋友不用坐在家里就有收入吗？好像也是。你以为笑话基金讲过？没关系，就算我讲过，但我相信还是有人没有听过。听过了，谢谢。你不要别等。按底啊，他们说可以直接叫你，直接叫你彤姐。你接受这个建议吗？你接受吗？还是你要叫那个 Mandy 姐？谁？收一个礼物爆一个料，哦，对，他们说收一只火箭爆一个料，爆你的料可以？对，爆你的料吗？对，爆你的料，没有，我自己把等级提高了。然后我们要入你的群呢，你要不要考虑开播？曼迪姐，不还是你要叫曼迪姐？人家就是叫你 Mandy 呀、啊，因为我就说你好像很适合 Wendy 或 Mandy。谁呀？然后有人还说，还是你要叫 Melody。我也是。你以为我的秘密这么好给你们就是知道的吗？不要啊！他们主要是送你上新潮之夜。送我上新潮之夜。然后你要上去跳 Lover。不要问题，曼迪姐感觉会做动画。
笑哦。那我看又要降低标准，不行啊，不行啊，老板说的算。这有一瓶牛肉面，好好笑哦，疯掉。他说不用，他自己觉得爆料，不行哦，不可以乱爆我的料哦。我怎么会聊些奇怪的东西？奇怪的东西，例如说什么叫做奇怪的东西？比如说送你上心头这些东西吗？应该没有签保密条款，有啊，当然。嗯、嗨，呱呱。送他们客户跟员工哪里无良？我就问，还没开始有人不知道说不行哦，不可以哦，ダメですよ。新潮是可以不出席的吗？不会有人不出席吧？新潮是大活动哎、欸。我今天是要爆你的照片，是什么？李彩杰拍的睡觉的照片吗？睡翻脑照片。拍不到你睡翻，为什么拍不到？为何拍不到？我都比较早睡。当然很感兴趣的照片，不要啊，不告诉你们呐、啊。开十月开播再跟他要。不行啊！谁流离失所？班木仔，怎样？不行吗？我就眼睛闭不起来啊。眼睛闭不起来，为什么？哦，鱼睡觉不会闭吗？不会，我也说我睡觉也不会闭，不过偶像睡觉也不会闭。伴随偶像，伴随偶像。那少彤，你睡觉眼睛会闭吗？少彤，你睡觉的时候眼睛会闭吗？因为如果要伴随偶像的话，你的眼睛都要闭不起来才对哦。鱼不会啊，连眼睛都工作吗？鱼没有眼皮哦，这是。为什么事故不会惨叫？哦哦，就撞了不会痛，但还是，就是如果够厉害，还是会撞会痛的啦。我来看一下我现在的花海是第几名。Thank you， 眼睛给我张开。对啊，请放水偶像。啦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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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哎，我感觉超难呢！我现在第几名？第十九名，我上榜了！我上榜了，耶！谢谢韩吉的花海会员票，谢谢嘉宏的金针花瓣。睡起来不会，没那么夸张，他就只是一点点闭不起来，就是这样而已、啊，应该吧？我也不知道我睡觉的时候眼睛到底有没有闭，因为我也不会知道。谢谢勇的花海会员票，欢迎大家有就是会员票都可以丢给我，谢谢班尾的告白气球会员干部，其实还好哎，谢谢勇的花海会员票。我没办法睁眼睡，那这一点点呢，又不是整个开。我好谢谢中影的金色芒花，这个妹妹好可爱哦，她是妹妹吗？届いてほしい日々け恋の歌，谢谢卡尼的金色芒花。
谢谢，下次给现场示范，你说现场睡觉嘛？那可能我要累很多天才可以，但我其实现在就是可以直接睡觉，直接睡一波，不好说也是，嗯，这么可爱一定是男孩。那那时候你看得到东西吗？就睡着啦，看不到吧？就是在睡觉，只是眼睛会睁开这样子。求婚大战超好看，好像知道哎、欸，好像知道他很好看。现场睡觉。不会，如果是真正研究的话，大家差不多可以开始打内容啦。等等要来念榜了。哒哒哒，西马路。哒哒哒，西马路。谢谢 Popo 的一颗星。耶、yeah ！谢谢宝瓦的金色芒花。花花，谢谢婆婆的猪猪，耶！谢谢婆婆猪猪你哦。然后其实可以看到双马尾嘛。谢谢嘉宏的金色芒花，谢谢大饼的好多金针花瓣，谢谢婆婆的金色芒花。呼啦啊！呼啦！谢谢光太的金色芒花。響く恋の歌。等等来念榜。我现在最近都很准时开，比较准时啦。谢谢大风的金色芒花，刚回来来不及，不会没事。还有一阵子。谢谢博成的为你放烟火，这里开过时间，我知道啊，这不是我认识，对啊，我知道我没有开，我没有设。对啊，准时下播没关系啦，东摸摸西摸摸，其实我原本是二十七分二十八分就坐到位置上，只是因为我在东摸摸西摸摸研究那个活动，然后我就摸到不小心三十一分了，所以真是没差。我来晚了，不会没事，还有一点时间。谢谢竹人的金针花瓣，耶！啊，呼啦啊啊啊啊！摸鱼，谁在摸鱼？我现在觉得很快乐，谢谢小杰的金针花瓣，谢谢小杰。My pass， 你们在隔一天又要连播三天，对啊。可是我觉得现在播直播压力没有那么大，就是很开心在聊天的感觉。我觉得我现在变得比较活泼哎，那肯定有摸鱼吧？没有，超累。我非常充实的过完我每一天。想参加的是一个月一次吗？大家觉得呢？应该是吧？它是多久有一次活动？几天一次活动吗？但我这次就是想要试试看，因为我觉得很就是没有试过，但可能未来就是有兴趣的时候会参加嘛，可能一个月一次吗？应该吧。海边物理摸鱼哦，没有，那很不固定，那一定有活动。对啊，现在没限制，心情会比较轻松，就可以讲很多想讲的，无时无刻都有哦，真的假的？但就是看要不要冲榜，是不是？まだね。で一人こと可以让大家声音冲一个哦，那感觉暂时可以，你觉得嘞？要先冲这个吗？还是哦哦，让大家直播，对啊，现在就是轻松播，然后每天都很开心，这里就是可以开心聊，我再去研究一下好了。
啊，我再研究看看，毕竟我也不太熟悉这些东西们。心里的孩子，对，我会更努力的，对大家。我不知道要怎么讲，但我就很想要呈现很多给你们看。魔星主播，让萌新，对，我还是萌新吗？僕だけの日々になって，请你规划。好啦，我规划啦。对，但目前我想做的东西都是想要就是做给大家看的。で一人こと。老板，这就不是，你说萌新啊，我萌新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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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效果音啊，应该不会吧？我自己哈可以吗？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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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会好好掌握节奏，我可以自己效果音吗？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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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哈。效果也太可怕，来，我们来帮大家掌声鼓励一下。自己尴尬会自己按效果，不会啊，我不会尴尬啊。我跟你说，你只要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所以我只要不尴尬，尴尬的就是你们。所以你们不能尴尬，你们尴尬的话，那就是你们自己底下的尴尬。谢谢林果的掌声鼓励。然后结果可能就真的不认识你，没关系，我的效果我自己做。啪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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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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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做效果可以吗？谢谢光太掌声鼓励。尴尬就是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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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这样可以吗？谢谢波真的掌声鼓励。没有，不是打嗝，因为我笑，我真的笑的时候我会这样，我会倒车。谢谢，欢迎诚实的掌声鼓励。我每次就是我有时候就是以前在看其他成人直播的时候，我就不小心滑，然后滑到我也会被效果一下，他就耶，然后就说，而且就是成人通常讲话会比较小声，所以声音就会开很大，然后突然滑到别人直播间就会耶。然后就超级无敌爆大声，蚂蚁街直播，他感觉就是还要一个什么什么音效卡还是什么的，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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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好玩嘞，超失控，超好笑，疯掉！好想打人，我想要去个厕所，哎呦，但没有人代播，我看有什么可以代播。我们请布丁来代步，哎，没有，不够高。另外一只布丁，嘿，来布丁的时间，欢迎大家跟布丁聊天。布丁到了，不行，他站不住哎。
好了，我回来了。什么？怎样？怎样？你不要再骗我了，是不是？哦，勾到线。放松时光。没关系，我知道，我知道，你们就自己在那边演啊。可以跪卡，他可以把脚盘上来。一个红包就一个两，没有啊，他一定没有讲，骗不了我的你们。这个椅子是自己组装的，我原本有去看那种就是很厉害的那种电竞椅啊，然后或者是办公椅，然后看了那个价钱，先买基本的就好，先买自己组装的就好了，皮的啊，是皮的。那不是我组的，我有帮忙。对，厉害的很可怕。我想说，就先买一个能做的就好了。没读法，没有啊，没有没有。对，超闷，闷什么闷？你说会流汗还是什么？员工，我有帮忙，因为我不太会。还好，我觉得坐起来蛮舒服的，蛮软的。哎呦，布丁掉下来了。坐久背不会出汗，我平常不会流汗。我是一个不太会流汗的人，所以其实还好，我只要好坐就好。每次任务就跑完，对啊，比较少撞到。我还好，我不太会流汗啊，所以不会有这个问题。可以往后倒吗？不行欸，我往后倒我整个人就会翻过去。我是算蛮不会流汗的人，所以我表演的时候很幸福。眼中沉睡着是你的轮廓，却碰不到你的灵魂。这一张小小的双人床让我迷路了，每天就好像背对背的列车，只在深夜里汇合。幸福了，然后呢？爱情用什么再确认？你是不是也记得多久没有说爱我？对啊，这张超阳春的，就是可以做，然后又还就是还行，就是蛮符合我的色系，就这样。对，它不是非常高级的椅子，但我其实蛮想买那种高级的椅子，但是没关系，我们未来以后有机会再设备升级就好了。现在先出街，什么东西都先出街。这物美中暑。哦，但因为我就是不太会流汗，嗨嗨清风，就不太会流汗，所以其实都闷在里面，也没有比较好啊。想看吗？我以前真的有翻过去过，但不是这种椅子，是另外一个椅子。然后我就是小时候是这样，就是小屁孩，那玩一玩，然后就这样一直往后倒，往后倒，往后倒，然后就整个人翻过去，而且还翻一次还两次，超屁孩，超级无敌屁孩。每天都在椅子上睡着，为什么会在椅子上睡着？谢谢刚刚的好多金针花瓣，谢谢 Hoing 的金针花瓣，不可以往后倒，要撞到头吗？就是，我记得是没有了，但就是整个人往后翻。
幸福了，然后呢？爱情用什么在劝？大家，你们有研究那个大乐透吗？因为我看不懂。对，我小时候时间很多，我小时候超皮呀、啊，屁孩一个。对，我有把手指头伸进插座过，然后用手去摸灯泡过。要快要觉得很尴尬的时间吗？好，我是不是应该要念榜了？投资你，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啊。但有公司可以算哦，是那家的哦，没有，我是说浪有那个大乐透的活动。然后到现在真的是万幸，真是辛苦我妈了。压力会和幸福了，然后呢？爱情用什么在确认？但我要订订书机订到手哎、欸，然后把它拔出来。然后我说怎么会这么蠢，我怎么会把手机放在订书针要订的那个位置，会很亏。好好好，没有，我只是好奇大家有没有研究而已。韩寒把应该是韩寒把妈咪的耳环当工资还啦。哦，没有，不是现实的，是那个浪的活动的。因为我刚刚跳出来，然后说问问看有没有人在研究还是。对啊，浪的大乐透。谢谢渔翁得利的金针花瓣，谢谢欢迎人生爱的烟火。我只研究工作，研究什么？谢谢渔翁得利的金针花瓣。那期望值小鱼花的钱也是，但是。好，我们还一定是名牌。定穿自己的指甲，好可怕哦！这样会研究吗？不算。好啦，念榜了啦，念榜，大家念榜，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你是不是也记得多久没有说爱我？对，我再不结束，我又会想要继续播下去了。多个可能呢？10590，赔到快没钱。你有头绪吗？没有，那就纯粹是这一组号码太烂了。你送我的围巾和毛衣，已经忘记该收到哪里。可是这组怎样？说啊，干嘛话说一半？已过期，爱忘记你离去。那你推荐哪一组号码？我推荐我们活在当下。我一直觉得乐透跟刮刮乐就是机会不是属于我的，就是我把我的运气都用来遇见各位，对，所以。欸，可是我一直觉得我的运气很差，可能我的运气都拿就是遇见你们了，对，所以其他地方运气比较差，不过我觉得没关系，遇见你们就是我最大的幸运。10590790啊，更快没有了那种爱，要确定就会说不要，你们不要好哦！我很认真的在讲，油的滑倒，茄子你就这个时候才跑出来说油腻，然后都没有这个时候，不好意思，那酒啊！能让我遇见你们。等我一下哦。好了，算了。今天谁在播？今天是The游李佳丽。有一天，你要想新的台词哦。你说这不管用了，是不是？爱人，有一。
好了，太油了，我受不了了。你的梗都没在更新啊？对呀、啊，怎么办？你们要为我帮我更新啊？我就是对，我的档案不会自动更新的。深卡按一下，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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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可以吗？那可以吗？大家还接受吗？全世界每天孤单，卖掉？你说肉球吗？不行，真超过分！谢谢你，肉球。谢谢你，肉球。你要说哈哈哈哈，我其实叫包子啦。谢谢玉松的爱的烟火。好了，我要念榜了啦，再聊下去又不用那个了，不用下播了。我现在每天都要留一点给明天的自己聊。念起来，念起来，谢谢玉松的你最闪亮。哎，没有，不可以这样子，你要帮的是我。谢谢博成的爱的烟火，谢谢。但里面没播啊，对。猜到几号？啊，但我明天没办法播哎、欸，我明天有别的事要做。老板要驾驶。九月七号，等一下，明天九月六号吗？有啦，我后天会播啊。你的脸容，一起活在这城市迷宫，提起你名字，心还跳动，却没重逢，只有想碰却又不敢碰的那种激动。你真的太小，从那懵懵懂懂走进各自天空。还是我应该等下一次的活动？我是不是要等完整的一个活动比较吃香？不能握的手，从此匿名的朋友，其实我的执着一人之中。我是要等完整的一个活动比较吃香，还是怎么样？因为我想说，我这次就是想要大概了解一下，了解一下活动。但你有没有说活动不会停的话，感觉好像可以等到完整的一个活动？因为会员票是每天都有，对不对？对啊，我要念榜，因为我突然看到，就是研究一下。对啊，好像这次可以不用硬拼耶，就是好像可以等完整的一个活动周期。夜里被爱那股激动，颜色好红。会员票，哦，会员票没有差很多，真的假的？好啊，看最后一天。从那懵懵懂懂走进各自天空，需要或喜欢的哦，因为我这一次就是纯粹好奇那个活动而已。哦，拼日榜的现金活动，但很多会员票可以省很多啊，但因为 TP 人很多啊，所以感觉就是可以就是分到一点会员票。不能我的手。好了，我念榜了，大家念榜耶！第一名是天灵，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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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天灵。现在每天都有看到莉莉很开心，哇塞塞，休息不要熬夜。好的，我会努力不熬夜，努力早点睡的。谢谢第一名的天灵，谢谢小小小天灵。好期待握手会跟大家见面，耶、yeah！谢谢第一名的天灵，谢谢谢谢天灵，耶耶。第二名是林果，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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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谢谢第二名的林果，谢谢谢谢林果。对啊，就是我原本以为我会每天聊天没话题，但我发现其实就是心情轻松，就是很好聊，就是想要聊什么都可以聊，就是反而没有以前就是我今天要聊什么，就是反而很多话题都可以聊。谢谢林果，每天见面有点幸福，可以的吧？我希望我能就是让自己忙到你们可以就是很常见到实体的李丽丽。谢谢谢谢林果，谢谢第二名的林果，谢谢谢谢林果，耶！下一首，第三名是康妮，谢谢康妮。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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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谢谢第三名的康妮，谢谢。哦，跟播第100场，恭喜采购，你是采购的人了。我错过了很多下的了的了，啊，这都 ON Steady 哟，嘿，毕老板怎么还比你们油？对啊，我就是要油到你们，就是觉得哎呦你怎么这么油啦，然后你们就会，对，不知道，我觉得很好玩，嘿，谢谢谢谢康妮，康妮是不是只有推我嘞？对吧？对吧？你就算你有推别人，我也不认账哦。谢谢谢谢第三名的康妮，谢谢谢谢康妮，谢谢第三名的康妮，谢谢。第四名是冰车神，谢谢谢谢冰车神。每周看丽丽看到宝箱，来来来来来来，哎，今天怎么来来来来来来，辛苦了，完了不会。谢谢谢谢冰车神。不会，我虽然现在比较多事情在做，但是我其实很开心，因为这些都是未来能让你们看到的东西，我就是很有动力去做。不知道，我就是很想要弄很多东西，然后给大家看。因为我觉得就是不知道，因为以前很难做这些，就是回馈给大家嘛。对，但现在自己做的时候就会想啊，我这个也想做，我想要做给你们看，我想要让大家就是认识更多的我。对，而且自己做就是很快乐，然后想要做什么都可以。谢谢谢谢第四名的冰车神，谢谢。第五名是抓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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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肯肯，冲冲冲，期待你的惊喜啦，耶、yeah！ 我也很期待，我也期待就是之后就是可以有更多不一样的我，然后你们就会觉得哇好棒哦，继续说。谢谢谢谢第五名的抓抓抓抓肯肯，谢谢抓谢谢抓抓，谢谢阿抓，谢谢抓肯肯。第六名是四号，谢谢谢谢四号。花式称赞你很可爱，我想了很久，你好可爱，晚安马可巴卡。怎样，我没有可爱到让你觉得值得花式称赞吗？还是因为我太可爱了，所以千言万语也说不尽，最后只好浓缩成一句你好可爱。好吧，我相信一定是后者，一定是因为我太可爱了，所以你们只好就是用一句话总结。好了，李佳丽看不下去。谢谢第六名的四号，谢谢谢谢四号。第七名是康妮，谢谢谢谢康妮。我们俩每天这样聊，好令人开心，开心吗？我怕我就是这么长播，大家会觉得很烦。但大家就是随性啦，可以跟可以跟可以跟就跟，对，大家不需要太有压力。对，我们就是开心聊天的那种感觉。连播3天辛苦了，
buffet， 我也很期待之后的企划跟活动。Yeah， 好，会好好休息的。辛苦啦！我现在每天都很期待的看到大家，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很好玩，很喜欢跟大家聊天。谢谢第七名的康米，谢谢康米。第八名是钟莹，谢谢钟莹。嗯，加入了栗子卡哇伊耶。你莉莉最可爱，自己说。谢谢第八名的钟莹，谢谢钟莹。第九名是泡泡，谢睡了三天还是好累，明天可以不要上班。你今天放假哦？对耶，你放假耶。嘿，没错，我想对你说，你最棒了。你也要对自己说，你最棒了。跟我说一遍，我最棒，你也棒，我们都好棒耶。Yeah！谢谢第九名的泡泡，谢谢泡泡。第十名是大风，谢谢大风。真的不会跟你吵架？对啊，为什么要跟我吵架？碎碎念到举白旗，没有会想说，可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怎样，然后我就会辩赢，对，就是表示我还应该是蛮会辩论的。本来用英文聊的，不要用英文好吗？大好き，谢谢大风，期待握手会见面。谢大风，谢第十名的大风。第十一名是嘉宏，今天的库里也很卡哇伊，但好油，什么意思？我不可以卡哇伊又卡哇伊吗？还是你觉得我不卡哇伊？奶奶变得好活泼，嗯，开心氛围感染了耶！ Yeah！ 哦，我要结每日了，好痛。做想做的事情，变喜欢的模样，追着风，不为所有阻挡。对，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就是继续跟我一样有活力，可以看到我都很开心。谢谢第十一名的嘉宏，谢谢嘉宏。第十二名是宝娃，谢宝娃。不会讲话这点保持怀疑态度，我真的不会讲话，就是我讲话很没有逻辑，就是我讲不出一句话，一整句完整的话，我都会就是这边一段啊，那边一段啊，对，但是这样对就是做影片的时候来说非常困扰。对，所以我要好好的练习，就是整理自己的思绪，再好好讲出来。谢谢宝啊。然后要讲什么？不会啦，你今天有打两句，我已经觉得你很棒，值得鼓励，值得嘉奖，给你一支嘉奖。谢谢第十二名的宝啊，谢谢宝啊。第十三名是光泰，谢谢光泰。今天目标能够达成，今天好可爱。你的头贴也很可爱，谢谢光泰，谢谢第十三名的光泰，谢谢第十三名的光泰。第十四名是荣哥，谢谢荣哥。现在还没有离开粉丝，不会啊，我也不会想离开大家，跟大家互动很快乐。人都在这辛苦点，希望你一切顺利，会的。一定会，一切都会顺顺利利的耶！谢谢第十四名的龙哥，谢。第十五名是 C K U C K U M K C K U I M K， 饮料，谢 C K U M K。这次头贴是什么？手要伸过去吗？我来就是填补那个黑色的空缺。谢谢第十五名的 Secret NK， 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要承认你最爱莉莉？你看你这名字里面都隐藏着我了。谢谢第十五名的 CKU， 谢 CKU。 第十六名是博晨，谢谢博晨。直播会握手会见，那握手会来找我哦。
耶耶耶！谢谢吉米中的为你放烟火，谢谢。萌新主播开第二次超多采购，对啊，怎么会这样呢？也有其他人在瓜分什么？把这研究工作交给隔壁，笑死！隔壁工作超多，然后别人不就碎碎念嘛？是啊，是的。好啦，那么今天到这里啦啊！可是46分，好啦，算了，没差啦。好啦，今天播到这里啦，大家拜拜。其实下一次应该是几号？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应该是礼拜三吧？对，礼拜三。拜拜，拜拜，耶！拜拜啦。